这一小节呢称为转移率矩阵，这个呢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 CK 方程式。然后呢我们现在做一个这个数学的运算，就是说呢这一个减掉这一个，然后各位同学可以注意到这是一个矩阵，然后这是一个矩阵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从时间到 T， 然后 T 到 T 加德尔塔 T， 这意思是这样子。所以这是一个矩阵，这是一个矩阵，然后呢我们把前面这个矩阵的共同矩阵呢给它提出来，所以任何矩阵乘它单位矩阵会等于自己，所以这个是一个线性代数的运算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呢把它除以德尔塔 t， 然后取极限。各位同学特别注意到哦，这个还是微积分哦，当你是算矩阵的极限的时候呢是个别元素的极限哦，只是说这是一个数学符号比较方便表示而已哦，这个要特别注意到。然后呢这个跟德尔塔 t 无关，所以我们把它移出来，把这东西移出来，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变成一个极限。所以还是要讲一次哦，各位同学，这是一个 n 乘 n 矩阵，这是一个 n 乘 n 矩阵，所以两个相减，然后除以德尔塔 t， 然后取 n 平方的极限哦。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又是一个定义哦，各位同学，我们刚才前面讲过呢这是一个这个 n 乘 n 的矩阵哦，看你的状态，然后除上德尔塔就是个别来除，然后所以又是一个 n 乘 n 矩阵。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呢定义成一个矩阵，称为所谓的转移率矩阵，然后给这个方程式呢叫一个往前的 CK equation。 那既然有往前有往后，所以我们就不打算教。不过呢这边有一个符号要介绍一下，各位同学可以特别注意到呢，这边有一个 S， 这边一个 T， 对不对？我们是对后面这一个来做微分，所以这个符号呢叫做偏微。什么叫偏微？当你的变数有两个，你对其中一个变数的时候就叫偏微，把另外一个视为常数，微积分。所以呢如果是同值的马可夫链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转移率矩阵呢就会跟 T 无关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 Q 定为一个常数，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时候的偏微方程就变成微分方程。好，那其中的初始条件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如果自己等于自己，几率是一，那如果我不等于两个不相等的话呢，它的几率就等于零。哦，因为时间为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到我自己当然是一啊，我不可能到别人去啊，因为时间都没有动啊。哦，意思它的解释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根据这个微分方程的解呢，它会长这个样子，长这个奇怪的东西。所以也就是说呢 ，P of tau 你就可以算一个指数函数，然后算 Q 是一个矩阵，然后 tau 是一个时间，然后算出它的解出来。